一百人在立起马风采，桃园机场呢，今比总共有500空些航班受到影响，有的航班动作过后，已经陆续恢复的。安顺生意早晨，早前都会少发特，另外呢，桃市区交通，桃园市在海应变中心就讲，复兴区台七线32.5公里一片的路凹特，已经解除管制。它还去太原路一片的路本太水割特。路基六十英里，好的莫冲太在前。桃园机场下周开始陆陆续续恢复航班提供，同周开始机场人事进度呢？已经收到影响的航班开始下改时间，部分旅客已经有心理准备，提早去机场来等。还好啦，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。从桃路的交通方面，桃园市复兴区日丰线的7384个人，台七线32.5公里的路段，立刻已经解除管制。该府从行到暗部时条7点为止，7点开始已经先封路到初时早上6点。因为太客气，有路间路基留空，包厢临时现场款，立刻迎来扶手线紧急抢修。日本机械进场，这边要先挖砖，我有怕会掉下去。桃园市灾害应变中心表示，礼拜风灾无显明个灾损，跟那部分个区域受网拍也是停电，然后头秋天抢修。不过爱提醒民众，就算风灾离开呢，你下海巡个风浪还是真大，呼吁大家唔忘去海巡宽容，来保护自家安全。家新闻罗安泰，桃园报道。